坐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上海图书馆新馆里，收藏着约40万册、524个姓氏的家谱，其中修成于1949年之前的古籍家谱26000种，堪称坐拥了中国家谱的半壁江山。各地的人奔赴而至，寻根问祖，他们查谱，寻找自己血脉与家族的起源，在大千世界中解答人生的来处。字里有千秋家世，字外是万千人生。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，记载了同宗同族的血亲世系和相关事迹，反映代代中华儿女繁衍壮大的过程。世界上有许多古老的文化与文明，中国的姓氏文化以独有的家谱形式衍生传承发展。一代代家的故事，记录了中国数千年的真实历史，中国人生生不息的凝聚力和生命力，也缔结于同根同族的血脉亲情之间。中华文明横跨5000年，巍巍矗立在世界的东方。中华文明的魅力和伟大，不仅仅在于那深远的历史画卷和无数英雄的壮丽歌谣，也在于那血浓于水的家族亲缘。血缘纽带下的相互依存关系稳定而又坚固，在家族的广袤史卷中，每个小家庭都是一个个生动的注脚，既有自己的故事，又共同编织着家族的传奇。就如同璀璨的星星在夜空中铺展，汇聚起来便是壮丽的星图。经过居民楼，家家户户的切菜炒菜声不绝于耳，窗缝中飘来丝丝饭菜的味道。家的味道最是令人心动的，它散发着天地间最温柔的力量。大姐姐最拿手的这个特别特别棒啊，多吃点啊。尊亲重道是华夏儿女的根本，仁义治国的汉文帝刘恒为病母尝药，他孝老敬亲，将家国情怀化作德政人治。少年吴猛为让父亲安然入睡，夜夜脱掉衣服自刎饱血。中国古代至今的孝道故事数不胜数，家族血脉中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文明与秩序。孝就是清源中一束耀眼的火光，照亮了清源的身后，照亮了生活的温暖。当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奔波，是孝让我们心有所依，这束火光照亮了我们内心的深处，让我们在疲惫的时刻找到慰藉。它让我们明白，无论世界多么喧嚣，总有一束光为我们而亮，让我们在困难中不孤单，让我们在挫折中不气馁。它像一盏明灯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，给予我们勇气和力量。它超越了时光的考验，
传唱在代际交替中。家是岁月的画师，是力量的源泉，是编织故事的地方。跨越地域的阻隔，亲人永远牵绊着中国人的心。逢年过节，在外的游子远赴千山万水，也要与家人团聚，吃一顿团圆饭，喝一顿团圆酒，点滴亲情化作醇香美酒，一饮而尽礼，蕴含着晚辈对长辈的敬爱和祝福，长辈对晚辈的疼惜与爱护。这份深沉的血脉情感，是对传承千年的根青文化的礼敬。天伦叙乐，含饴弄孙，最美的风景是亲人的面庞。清细茅台醇，成血脉更续。